上个二弟，好，那有粮，手白不白？哎，糊泥，地也痛。往后退多少了？到这儿，不行，往这点退，对，顺起来就对了，就这儿，这儿他就这儿了。跪，二哥，对，我这儿来，三弟，三弟，二哥，三弟，不要不要太快了，二哥呀、啊，你手放下来。啊，这高兴，这手、啊、我这一捋胡子、啊、一看，哈哈哈哈，一挽一站，走走，二哥，哈哈哈哈，走，哈哈哈哈，二哥，慢慢过来，往后退，可以往后退，真的，二哥，我三弟，三弟，二哥，一笑，起、啊，起吧，起吧，起。后面可能要背景音乐，哥。二哥，砰！双腿那功夫，砰就跪了。怕哥们错了，我一看，我过来，三弟，二哥，哈哈哈哈，狂笑，哈哈哈一笑，俩人吧一挽起来，走，那个走着呢，是不是来，先掉走了，走几个，哇，大哥，到我们家了，你跟这好几年了，应该，开始。这怎么知道是长得来犟，以表真心。他肯定是三米。好，没事干，我这三通棒，只要斩了那贼将，啊，就是忘恩负义，你就是贼子。哼，这儿，不干。拿双剑，你拿啥都行，这就不管了，我只拿你，我只管尖枪。我只管尖枪，你别管什么时候收，你别管什么时候收了，哎，两个一起拿。对，乱世难谋啊，更要恪守什么？仁义不但是更深，就是当道啊！这猪肝吧，更好一点，杀你猪肝，杀贼之力，杀！你只要一有动势就谁听啊？就是谁给你调？我可以一个反应，你就到那儿了。我把手一拿，这个都没有问题，稍稍感觉到卸掉。那我因为你说你拿这个东西，你得往里搓吧，你一搓掉分神，你不分神你不可能再拿进去。你一分神，这个词儿的状态不对了。我刚刚看你这是能放个一点二吗？你不可能。你从我地上搓，如果要是拿出来的，插回去，不，就得必须得收剑，对不对？他这个比方说，导演，我这么讲，把这个剑鞘拿起来之后，人已不但是立身之地，更是那个，立身之本就是知道。我告诉你啊，还有一个办法呢，最后就是的节奏，我跟你讲哈，你这样怎么走不了？你这样啊，是那什么的，你就干脆我把你中间的情绪全给你剪掉。嗯，什么概念呢？你就你要非要擦剑的话，你就转，我只一个动作，啪。关羽、张飞、
在桃园中结为异姓兄弟，此生此世同心协力，荣辱与共，上报国家，下安黎父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哎，你落了一句话啊！落了，对不起，再来吧。对吧？对吧？对，耿耿此心，为天可表，万事不易。这太不易了吧？太，真是草民了。关羽的过头也是开头的，都可以扎起来，我正在弄绳呢，裤腰口一绑就好了，然后给他拿绳子。刘备是这个鞋吗？不，刘备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是这肯定不能这鞋。嗯，就那个刘备的衣服。关张三顾茅庐，第二次雪天龙舟。靠边走，靠边走了。那我说了，你站着，我闭着。哎，转个，接着，哎，往后跳，往后跳，大家都可以这样。那你单着，单腿说了，闭着。刚刚的嘛，留下进步嘛，让人看嘛。来。啊？选什么？演孙子，孙武的儿子。游戏好玩吗？好玩，好玩啊！解了吧，小俊。这个都几年了。睡不着睡。六岁多。读书运动就是跟你们跳的几十万。拿着，哎，你们把机器先拿开，来找人过来。好好好，好有成绩好吗？哇，好的，明天你哦，谢谢，再见，各位再见。西生雨。何生亮，公瑾，公瑾，公瑾，
你干！我上将军，让你走吧，留着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我们留下来阻击吴军。站住！当一马，随我出战。王队长，关羽说：“啊，在那催援位。”关羽说：“随我出战。”所有的兵拿着兵器，拔了刀，跟着往外走。林兵，林兵，观看与其他节奏，欢迎收看。现在这是圈里人的话，就是干嘛去？后边这句话是已经父亲吕蒙酸和他，这个你不是安慰他了，这你抓的时候那感觉状态就不对了，包括节奏就不对。啊，好，是台词节奏还得这句话更节奏，这句话就更强硬，先紧一点。然后第一句话呢，下来之后先别急着说话，看看父亲。哎，那句话肉出来，别那个非常硬。这个最后，随我出战，兵都坐下来，大家哐，我兵都坐下，坐下，不看他一样。喊一声我，来，兵都兵啊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兵都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坐下了。啊，行。你停掉了。好，我就变完了，直接挖墙了。好了，就来了。可以。来，来，准备开了。所有的兵，所有的步兵都记住了吧？自己该做什么的啊？喊什么都知道没有？好，帽子戴好了，快点！帽子戴好了，来来，服装你们检查点，哎，来来，帽子。马良有消息吗？也不知道他生死如何。怎么回事？不好了，将军！四面八方全是兵马，我们被包围了。是曹兵吗？这个家伙的什么都看不清楚。不是曹兵，曹军多北马，嘶鸣声高亢，齐声清越，城外的旌旗是南马，蹄声之重。平儿，是吕蒙来了。来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，列成了，走，走。我去，快，快，快，没有。
祖国永远可以平定啊，中原可以平定啊，大汉可以中兴啊。放下车吧，把电池拿回来。不知道我要回家了。要烟了，要烟了，要烟了。司马懿了，丞相你快看，司马懿正在火海中奔跑呢。接听战死的两万弟兄，马术不才，皇甫先生教诲，不堪重任，以致吐石尽，足有半死，亦不足以谢罪。请丞相执行军法，杀我示众，以明正殿行。
马术只有来生再报偿。孙权在马谡那儿，马谡孙权换个位。这那孙权说话，请陛下节哀，大仇未报，不可自摧龙体。想想虎牢关，想想当阳桥，再想想这一生一世遥远，正这颗心好像是被人摘走了。朕这一颗心像是被人摘走了呀！大臣们，陛下都把头磕下去哭啊！陛下，你一定要为父亲报仇啊！好，不了，风火轮。颠死我了，车一停，就噗喷血了。上那儿停两秒，然后这个陆毅再一挥扇子，然后再走。好，小雨别动了，小雨别动，来给水，给水。放水。满意再交，好了吗？来，开心了。来，往下来，来身上去。有了。开水。
开始。不许进我。发一下去，因为那个看不见，他那个衣服太你太黑了，你再撇开点，再撇开点，咱们上回怎么样？哎，上回我觉得暗，好，哎，对，你往这边，哎，好，哎，对，哎，他上回，对，上回，对，哈哈哈哈哈，咱俩要非常正确，还是对，非常正确。再看看远方，还回得去吗？一会儿化妆不干了。